雅雅如果要你送礼物，他会这样子跟你塞塞奶的吗？因为我钱都在他那里。根本不用吵架，你要问他他想买东西怎么办？我上次车子因为想要去镀膜哈，因为这样就可以省掉这个打蜡的时间，对对对，防水的。然后他始终不给我镀完，因为他搞不懂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雅雅人家要镀膜膜嘛。我以为是小明，小明星，小明星。